无党籍的总统参选人郭台铭的夫人曾馨莹昨天是现身公益，再三澄清啊，自己没有因为要这个名牌申报财产而生气或者是抱怨。而外界追问啊，有没有给郭董关心或是打气呢？曾馨莹露面的时候微笑，双手合十，说要帮所有的候选人加油打气。知道这几个月我老公他行程非常的满，那我觉得你们真的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说声辛苦了，然后谢谢你们。难得公开露面，郭台铭的妻子曾馨莹不止做公益，也要借机帮老公做做人情。谢谢。所有候选人都加油，我觉得最后就是看台湾的命运，然后相信选民自己会有对的选择。曾馨莹有问必答，即便先生投入总统大选，似乎也不改变两人的甜蜜世界。但因为郭台铭先前一席话，也让他决定再三澄清。还有几个比较贵的皮包都要列在里面，或者是你跟我 complain 好几天。我真的要澄清，我没有抱怨，真的不了解这个整个申报的程序，所以我的确有跟他讨论。询问他一些问题，其实就是这样，就一次。即便记者重追猛问，总能面露微笑，一身银色亮片，贴身长洋装，更展现出众的气质。但对于未来先生如果当选后有什么规划，曾馨莹还是把焦点拉回了他最热爱的公益上。我先生他一直非常支持我做公益这一块。那大家也知道，其实我跟他结婚这15年来，除了在家照顾家庭小孩之外，其实我对于公益的事情就是完全的愿意付出。再一次强调自己的兴趣，先生给予大力支持。而对于郭台铭的决定，他同样默默送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